开始了，我先考大家好了。好，因为我如果要问大家说你们反应好不好，大家一定说好。好，对对对，神剧啊，谁会比较快了？好不好？我们只有三个简单的步骤。哎，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做过的。是的，小溪，好，敬礼，敬礼，敬礼是怎样？敬礼是这样，敬礼是这样。对对对，好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吧？没有问题。好，敬礼，小溪，立正，小溪，敬礼，敬礼。敬礼，小心！敬礼，小心！敬礼，立正。浑水摸鱼啊！我想说，你看那边，这边都看不见了。哎呦！所以其实老鼠屎就是你了。你也知道我是演天兵的，所以至少日常生活应该散发出来的感觉。散发出来的啥？那我跟你换个位置。哎，好，这样好不好？看得比较清楚。注意啦，敬礼，小心，立正，立正。等一下。你们到底是没有拍过新兵日记吗？哎，不是，以前在部队啊，胖的人啊总是出错，我都不相信。我今天真的看到了，出错。对啊，后来人家讲说演艺圈胖的人也容易出错，我也不相信。今天也看到，你看到。紧接着我们要来分队啦，残酷的事情也来了，各位。你们要知道残酷的世界，待会有一件更残酷的事情，那就是跟爱晨分在同一队，会很危险吗？请选择不要跟爱晨一队。各位对不错的，这个，我最近反应是有在进步当中。我要子若，我要子若，只要不要跟爱晨都好。好，请出示你的牌。我们讲这么残忍的话。今天是男生一对，女生一对耶。哎呀，哎，没有啊，还有吗？国贤呢？国贤都是女生啊。啊，他那么喜欢 Hello Kitty。哦，男生一对，女生一对，是你，对不对？马上进行我们的超级反应王。那我们就来分队喽，今天的黄金阵容该怎么搭配呢？可爱的彤彤和甜心王子若及马国贤，爱成就和道远及郭兴共组队，大伙们可要加油啦！超级反应王呢，大家来宾呢都已经分好队啦，是的，男生一队，好，对，然后国贤哥在我们的头上，对，哇，他算是娘炮，姐妹，哥怎么会变这么娘啊？亏我以前超喜欢他的耶，你以前喜欢他，真的，我还以前超喜欢他一首歌的，什么歌？哪一首？每天这个时候，心都张克凡呐。吉他手，那个是张克凡了。对啦，我是对你爱不完。喂，这也是啦，我说不成啊。喂，乱来。好了，哦，大家都很有精神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来把杯。好，暂停。没宝贝嘛哈，宝贝还没有，明显很明显，相当明显，我很明显是宝完了，你是宝完了，宝完了，出去，宝贝，啊，把他头都被偷了，哎，干你什么事啊？好，大家宝贝手几乎都合起来在胸前，可是呢，子若的手比较开，有点，请分王子若。子若呢得到一个叉，我刚后面看子若背上还在冒烟呢。好了，子若有一个叉了，好不好？看谁不一样？哎，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等公车。哎呦，请暂停，等公车，等公车就是相当随性，自由的对，靠着赶。Yes, 他在等搭讪吧，等公车是这样子的吗？乱讲那个，还摆这种 pose， 为什么等公车要擦药啊？为何？我刚刚也想说，哎，怎么办？但我转头过去看到彤彤也擦。哦，好，我这个是看每一班要大概多久会来，哦，再看了一个什么感觉，有点像刘德华哟。好，是刘德华。你在？我问你，等待是不是找事情做？我在玩手机。哦，我打发时间，现在常常人手一机在看，这很正常的生活形态，现代。对不对？几乎大家都在等公车，只有爱晨在研究公车的路线图，请喷爱晨。四个字送给你：标新立异。队长啊，何必嘞？不用担心，何必嘞？实力很强。好，爱晨跟子若各得一个叉啦。OK， 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。
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学高凌风。我知道，火鸟，火鸟，燃烧吧火鸟，对，燃烧吧火鸟。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？你自己也发现了吗？有，请喷王子洛。太明显，老婆婆，来再一个叉。哎，你急得很快，哇！子洛也有两个叉啦，好不好？现在表现的还不错，看谁不一样。哎呦，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学周润发。哎呦，我哎呦，请暂停，你干嘛啦？等一下，这我不一样。对呀，赌神，赌神啊，赌神的背影太帅，赌神的背影，赌神的背影，他不给正面的，扑克牌，扑克牌，赌神。哎，我学错，这是赌圣哎。这个是周星驰。不会搓牌啊！一搓，我就想到，哎，对，赌神不会搓，赌神不会搓牌啦。哎，我有个问题，我是要面对这边喷吗？对，面向那边。好，赌神，赌神的背影先喷郭鑫。哇塞！正面喷，来，那个喷肝病很喜欢朝这个方向。真的，恭喜你一个叉。紧接着再喷学错人的艾辰，哎呀，哎，你怎么一下就两个叉了？队长啊，你不是真的是再撑久一点，来，好了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学凤飞飞，哇塞，很好，大家一起跳芭蕾舞。我还一直在看，我看你能够转到什么时候？你有没有发现？你继续看你的左右边，大家都是两只手在上面，为什么你只有一只手呢？请喷王子洛。哇，他的是现代舞啦！他怎么速度这么快呢？他是一个怀里那里快。恭喜我们的子洛淘汰！好可惜哦。我来处理，我来处理。哎呀，国贤哥也危险了。为什么？啊，一上来就危险？没有啦，因为我们对你所有的不好的印象啊，都是你们另外一个团员说的。专门在节目上诽谤我，是不是？对，太过分了，寂寞疯长。像我在节目上从不道人长短，像他胖我就没有说过，他投出我从来也没说过。对，你讲到底是谁啊？你讲到底是谁啊？就。讲的大家一听就知道，绝对不是张克凡的。喂，好了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学。猫王，猫王，猫王，猫王最最经典的就是他的抖腿，有没有？抖腿，他那个腿很重要。抖腿哦，好，所以你的临时起意，你也开始抖腿。好，猫王最重要是他的。猫王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就让咱们的爱晨独家。猫王，猫王最最经典就是他的抖腿，有没有？抖腿，他那个腿很重要。抖腿哦，好，所以你的临时起意，你也开始抖腿。那变弱。好，猫王最重要是他的鬓角。不是，你没有鬓角，还用手指地带。鬓角，猫王，我来不及反应，所以还没有想到。请喷彤彤，他根本不知道猫王是谁呀？对啊，你都要喷一下吗？滚什么冷气？哎，你千万要注意一件事情哦，因为我怕观众会吓到。紧接着，请喷艾辰。哦，队长，队长。队长就这样，恭喜艾辰三个叉叉淘汰。哎，接手了。好，换上来，我们是林道元。紧接着看谁不一样。那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学黄立行。好，这个我晓得，这个我也知道，你也不错，你又怎么了？他是猫王了，叮当太强，你是谁？太强，是这样子的吗？请喷彤彤，耶！哎呦，彤彤啊，好，恭喜彤彤，现在有两个叉叉啦 ，yes， 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洗头发，大家一起来抓痒，好。你
第一个在干嘛？第一个，等一下，他胯下，他腋下痒。哎，他个人习惯，每个人痒的部位不一定都会相同嘛。所以你痒的地方是，哎，这边会比较痒一点。哦，他腋下会比较痒。对，抓背，抓背怎么说？抓背。对。这个是你们男生没办法了解的啊？哪里？什么动作？哪里？看一下。胸下，女生内衣穿久了会有点痒。哎，地方背过会揪。对。啊，而且越抓越痒哦，对不对？请喷桶头。耶！桶头，恭喜你上一场淘汰。你也没淘汰啊，桶头也淘汰。还有一个抓腋下的朋友，太不配。请喷，恭喜。好。来，三四，好，公司现在两个差了 ，OK， 好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学螳螂。哎呦，螳螂，你那个是蛇吧？我这个是蛇，我杰哥，你那也是蛇吧？你是正面，我是侧面，你少来那么一点点的角度，好不好？哦，螳螂是扁的 ，OK， 螳螂是扁的，糟糕 ，OK。哎，那个是肥螳螂啦，我这是失传已久的肥螳螂，螳螂拳。其实手几乎是这样子，那是醉拳的，那蛇形刁手了。好，请喷林道远。你的用量是比较多一点，大家至少都是一个手掌出来，你给我伸一只手指头哈。林道远得到一个叉叉，看谁土秧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学咸蛋超人。很好，你是哪一个咸蛋超人呢？好，没关系，你们把所有的动作做起来，然后互相看一下。你不是哦，等一下，这样你要先喷还是先拿叉叉？你只有两个选择，这样啊？你要先喷还是先拿叉叉？先喷好了，先喷好了，请喷过杰哥。外套比较厚嘛。哎呦，今天那个跟兵很猛的哈。好了，现在呢，郭鑫两个叉，其他两位各得一个叉叉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选钞票。好，各位，你是用脚踩住对？对，先踩住他，不要让他跑掉。林道远也是先用脚踩住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是在算钞票，掉了一张要去捡钞。哎呀，有。而且你是用脚踩住的，对对，我们踩的时候顺便就捡了啊。没有，对啊，你是捡肥皂吧？肥皂不是捡肥皂会这样，不一样。喂，你是要先喷还是先拿叉子？我们都一样，都是先踩着的，哪里不一样？大家都还没捡呢，哎，只有你下去捡呢。我捡钞票。我们这个单元叫什么？看谁不一样。你要先领叉子还是先喷干冰？先喷，好，先喷。在这边，我要跟客房哥致敬。原来你讲的都是对的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种子弹。郭鑫，不是我们种子弹之后会有一个后坐力，有没有？就叫啪，我要往后倒。那你怎么没有痛的感觉啊？你连种子弹都这么凉哎！你打到胸口，打胸口，你打到胸口，呀，两个打到胸口，一个还被打到飞起来，请喷郭鑫。恭喜郭鑫得到一个叉，郭鑫已经胜他，恭喜他淘汰。郭鑫呐。现在呢，我们的道远跟我们的这个郭鑫哥呢，两队各剩下一位了。紧接着下来，我们用引擎前面的心情，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鸡魔王。站过来，好烂的魔王，好弱的魔王。好，现在开始我们的规则有所改变。待会我们出来的指定题目里面，谁的动作只要跟鸡魔王不一样，就算淘汰。了不了解 ？OK。好，看谁不一样。当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来踩拳。贴上他，贴死他！可怜的鸡魔王到底做了什么事，竟让自己陷入超级窘境啦！好烂的魔王，好弱
弱的魔王。好，现在开始我们的规则有所改变。待会我们出来的指定题目里面，谁的动作只要跟积木王不一样，就算淘汰。了不了解 ？OK。好，看谁不一样。跟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一起这样做，大家一起来踩拳。你输了，你输了，你输了，贴上他，贴死他！出什么剪刀？抬起头来！魔王现在气势很重，出什么剪刀？我跟你讲，金魔王，你给我抬起你的头来！你是魔王，给我低头，不要怕他们。好了，各位。刚才积木王出的是剪刀，其他两位出的是石头，所以各贴一个叉叉。所以国贤哥，你已经积满三个叉叉，恭喜你淘汰。林道远呢，得到了两个叉叉，但是呢，林道远还是活的。恭喜道远队，不错。好，马上进入下一关。爱神队得了一分，是啊，所以呢，彤彤队的是输家，无条件要派一个人出来当大头，派一个，谁派谁？大家不用想了，就是巨巨，应该很明显哦，最耐打最耐操的，哎呦，最耐打最耐操，这种话你说得出来？对对对，啊，你不是男生吗？身为一个前辈，你觉得我们这种年纪，你觉得是可以耐得了打吗？所以你们派这么娘，所以你们派的是子洛出来，对，子洛像是预言，哎呀。而且呢，子洛在出来的时候当大头王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头王他变了一个，哎呦，换新的了。因为上个大头王有没有？那是粉红色的那只猪有没有？对对对，对。紧接着是来了一只那个变得太惨，愤怒鸡，愤怒鸡，我们来访问一下愤怒鸡 ，Angry Chicken，Angry Chicken， 愤怒鸡，你觉得这次可以胜任多久？哎呦哦，看到没有，愤怒鸡，好不好？大家好好对待他，希望你们可以让他多活一点，不要太早退休。好的。好，我们的统统队，请戴上眼罩。好，爱神队，请挑选武器。OK。哇！所以我不能偷看他们选什么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选好了武器了，请问一下，请问谁要来执行？应该给拜托给过心来吧。对对对，我这把武器这么强，下去一定让他受不了。给过心来，给过心来，对对，下去一定让他受不了。好，给他冷看了一下，对，哦，好好，可怕。好，请执行。哇，好扎实哦。啾啾，请把大头王放在地板上。应该是很硬的东西。现在你可以看他们，你觉得谁有可能是刚才对你痛下毒手的人？我觉得一定是金属的东西，没错，是不是？哎呦，那个声音很清脆。这个凹的那么小，应该是个小比较扁的东西，所以郭鑫那个应该不太可能。是不是你？不是吗？你这样问他怎么会？你看着我的眼睛。在这边我要提醒。这位证人，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将会作为呈堂证供。太沉，会是我吗？一定是你。为什么？不是你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是你的不对。我怎么可能跟你讲呢？他就是用这边打，然后一只手按住他。哎呀！坐在凶手就是你。这样，太棒了！好，你决定是爱晨是不是？对。子洛，恭喜你答错。正确的解答是谁？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位一直在煮面的朋友。所以北北是吗？真的？真的可以发出那种声音哦。啊，用另外一种。好，统统队猜错，所以你们还要再派一个人出来当大头王，请问你们派谁呢？我来帮你。恭喜国贤哥，请出列。英雄救美，子洛，请过去那边。这行为就对了，前辈的经验不一样啊。统统队，请戴上眼罩，请我们的爱神队重新挑选武器。来了，哎，刚刚哈，哎，因为是女生，让她辨认声音，这一个不要下手就是要中。对对对，我们这一次可是厉害的。好，各位，我只能说，我想。愤怒鸡可能快要退休了，愤怒鸡没有感受到后面的感觉，都是重型的工具，有没有这个哦？如果不是深仇大恨，那会是为了什么呢？对对对，而且演艺圈前辈太多了，少一个也无所谓。
请问谁要来执行？来，这次、我跟你讲，这一次哈，谁？你觉得你决定？这一次还是我来哈？还是你来？对，你跟他有仇恨，不要了。对，我觉得郭贤哥哈。我觉得郭贤哥最近真的是哦，一定要让他好好的学习一下。哎呦，什么叫长江后浪推前浪？哎呀，对对对对对，要感受压力，对不对？哎、好 ，OK， 快点，很紧张呢。请执行。好，郭贤哥，请把大头王放下。你可以检查大头王。哇，好深哦。有凹哎。你就知道演艺圈这些新人有没有多么不尊重前辈。这个突有这么深仇大恨吗？他像中枪了一样。对啊，弹孔哎。根据我的研判，这应该是65 K2 步枪。喂，超级好哎！100码的距离所发射的，这个很容易猜的，很容易猜。有图案，很容易猜。好，圆形的，圆形的。好，好。哎，擀面棍是的，圆形，圆形。感受一下，而且他在长于民间，跟板凳一样，人间凶器。他感觉像展昭啊！而且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你想要看他是不是留有黄色油漆的，找到掉漆的部分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好的，我先看一下武器，也是圆形。不要晃眼睛，你催眠我是不是？好难哦。也是圆形，哎，他们选，对，来看一下哦。武器选得很棒哎，哦，圆的，圆的，也是圆的，哦，跟他身材一样，圆的啊，圆的，圆的。哎，猫腿，哦，猫腿，这样的，真的，好进去，哎哎，这可能进出手这么重，等一下，怎么会这样的？黄的。还有一个啦，急，急也不能因为这样子优待你。对对对，也许那个是前两季用过，对，是上一次用过。另外这边的，有可能。哎呀，你这样子讲，我刚刚那个开场就介绍错了。对呀，我说他今天才第一天来上班，之前是粉红色的。好，还有夜路走多了，破绽破绽破绽，一再一再的证据显示是就是道远。破绽实在是太容易，太夸张，太明显，两个字送给他了，哪两个？一二三，拉萨，新疆是拉萨，是的，我们这边呢就是爱神队以2-1胜利。对，小游戏啦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希望大家呢可以不要无伤大雅。没错，没错。刚才那个动作呢，其实是我们大家在玩游戏啊，小朋友不要乱学。对对对。在这边也恭喜我们的这个 Angry Gay。今天第一天上班也顺利过关了。在这边呢，谢谢我们的子洛，谢谢关心，还有我们的郭贤哥，谢谢你们。